大放光佛化严经卷第七十九二十三才童子恭敬有饶弥勒菩萨摩诃萨以阿白之言为愿大圣开罗阁门令我得如是弥勒菩萨前一罗阁坛子出生其门即开名三才如三才心起如意幻彼见其罗阁广播无量空于虚空阿僧祇宝以为其地阿僧祇宫殿阿僧祇门塔阿僧祇床有阿僧祇戒壁阿僧祇鸾旋阿僧祇道路戒祇宝城阿僧祇幡阿僧祇床阿僧祇盖周会建殿阿僧祇中宝璎珞阿僧祇珍珠璎珞阿僧祇持珍珠璎珞阿僧祇持蜘蛛璎珞处处垂下阿僧祇半月阿僧祇增带阿僧祇宝王一位严师阿僧祇宝多丰功成因三阿僧祇天珠扎花悬阿僧祇天宝满载阎阿僧祇中宝香炉与阿僧祇西摩金穴悬阿僧祇宝金梁阿僧祇宝灯古阿僧祇宝衣别阿僧祇宝掌舍阿僧祇宝座阿僧祇宝枕衣服桌上阿僧祇阎浮檀金铜绿香阿僧祇杂宝诸心香阿僧祇妙宝菩萨像处处充遍阿僧祇众妙处和雅音阿僧祇宝有波罗花阿僧祇宝波陀罗花阿僧祇宝具无头花七宝本陀梨花一位庄严阿僧祇宝树持地行殿阿僧祇摩尼宝方大光明如是等无量阿僧祇诸庄严具一位庄严有见其中有无量百千诸妙罗阁一言是悉如上说广播严厉皆通虚空不相障碍亦无杂乱三才童子一一处中见一切处一切处处悉如是见二十三才童子见毗卢遮那庄严藏楼阁如是种种不可思议自在境界深大欢喜永越无量身心柔软迷一切相除一切障灭一切惑所见不妄所闻能已所思不乱如于无碍解脱之门不运其心不见一切不生经历才是其首以弥勒菩萨为身之力自见其身遍在一切诸漏阁中具见种种不可思议自在境界所谓我见弥勒菩萨诸法无上菩提心是如是名字如是种诸如是善有之说开悟因其种子如是善根住如是受在如是界是如是佛处于如是庄严刹土修如是心法如是愿彼诸如来如是众会如是寿命尽而须知清净供养悉皆明见我
建立了最初真的自信三昧，从此以来好为此事我建立了修筑妙恨，成满一切诸波罗蜜，或见得人，或见诸地，或见成就清净国土，或见护持如来真教，为大法师的无生人，某时某处某如来说，授予无上菩提之境，或见弥勒为转轮王，劝诸众生诸事善当，或为护是饶益众生，或为是天和者无余，或为阎魔天王暂不放逸，或为斗率天王称赞一生菩萨功德，或为华乐天王为诸天中显诸菩萨变化庄严，或为他瓦自在天王为诸天中演说一切诸佛之法，或作魔王说一切法界悉无常，或为梵王说诸禅定无量喜乐，或为阿修罗王如大智海了法如幻，为其中会常演说法，断除一切骄慢罪傲，破缚见其出阎罗界，放大光明救地狱苦，或见在于恶鬼之处，是诸因是即彼即歌，或见在于出生之道，种种方便调伏众生，或复见为护持天王总会说法，或复见为道理天王总会说法，或复见为阎魔天王总会说法，或复见为斗率天王总会说法，或复见为华乐天王总会说法，或复见为他化自在天王总会说法，或复见为大梵王总会说法，或复见为龙王总会说法，或复见为夜叉罗刹王总会说法，或复见为乾他波金那罗王总会说法，或复见为阿修罗陀那波王总会说法，或复见为迦楼罗摩诃罗伽王总会说法，或复见为其余一切人非人等总会说法，或复见为声闻总会说法，或复见为缘觉总会说法，或复见为初发心乃至一生所喜，以观定者诸菩萨众而言说法，或见瞻说诸地乃至十地所有功德，或见瞻说满足一切诸波罗蜜，或见瞻说入住人门，或见瞻说诸大三昧门，或见瞻说甚深解脱门，或见瞻说诸禅三昧神通境界，或见瞻说诸菩萨门，或见瞻说诸大誓愿，或见与诸同心菩萨瞻说世间之圣功巧，种种方便利众生时，或见与诸一生菩萨瞻说一切佛观定门，或见弥勒于百千年精心读诵书写经卷，请求观察为众说法，或入住禅师无量心，或入遍处即住解脱，或入三昧以方便利现诸身边，或见诸菩萨如变化三昧，可于其身以一毛空处于一切变化神域，或见诸天中神域，或见诸龙中神域，或见诸夜叉乾达波金那罗阿修罗迦罗罗摩诃罗伽十番护持转轮圣王小王王子大臣观书长者居士神域，或见诸声闻缘觉及诸菩萨如来神域，或见诸一切众生神域，或见诸妙音赞诸菩萨种种法门，所谓赞说菩提心功德门，赞说檀波罗蜜乃至智波罗蜜功德门。
门瞻说诸舍诸禅诸无量心即诸三昧三摩婆提诸通诸明总持辩才诸谛诸智智观解脱诸愿诸依诸说法门瞻说念诸真心深诸等一起菩提分八圣道分诸声闻声诸度觉声诸菩萨声诸地诸人诸心诸愿如是等一切诸功德门佛护于中间诸如来大众围绕一见起佛身处中心身心受命察觉名号说法利益教诸究竟乃至所有道场中会种种不同悉皆并且有福于彼庄严藏内诸楼阁中前一楼阁道光严是最上无比宇宙期间三千世界百亿是天下百亿都率多天一一皆有弥勒菩萨降生诞生是梵天王空之顶戴有心起不观察十方大事之后显为童子居住宫殿游戏远远为一切之主家古坟持手如迷王一道长相扶诸魔尘等正觉观菩提树梵王全清正正法轮升天宫殿而言说法结束受量总会庄严说经国土说修很远教化成说众生方便分不舍离诸事教法皆悉不同而是善财之间其身在彼一切诸如来说一见于彼一切众会一切佛事一切不忘同大无碍不问一切诸楼阁列宝王名多及诸乐器皆悉演唱不可思议微妙法音说种种法说为佛说菩萨法菩提心佛说修行婆罗蜜恨佛说诸愿佛说诸谛佛说恭敬供养如来佛说庄严诸佛国土佛说诸佛说法擦别如上说说一切佛法悉闻其音不常变妙有闻摩诸有摩菩萨闻摩法门摩善知识之说全道法菩提心与摩揭摩叉摩如来说摩大种种闻与摩佛如是功德发如是心起如是愿种于如是广大善根今若敢接受菩萨恨与而取之当成正觉如是名号如是受量如是国土居住庄严满如是愿化如是众如是声闻菩萨众会破涅槃后正法诸事今而取戒利益如是无量众生我闻某处有某菩萨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修习如是诸波罗蜜我闻某处有某菩萨为求法故起舍妄为己诸珍宝弃之眷属守住同无一切身份皆无所定我闻某处有某菩萨守护如来说说正法伟大法师广行法师见法创罪法若其法故与法语造佛大妙作佛形象持诸众生一切乐具我闻某处有某如来与某界众生等正觉如是国土如是众会如是寿命说如是法满如是愿教化如是无量众生三才童子闻如是等不可思议微妙法音身心欢喜柔软愿意即得无量诸众师门诸辩才门诸禅诸人诸愿诸度诸通诸明及诸解脱诸善美门有见一切诸宝经中种种形象所谓或见诸佛总会道场或见菩萨总会道场或见声闻总会道场或见缘觉总会道场或见净世界或见不净世界或见净不净世界或见不净净世界或见有佛世界或见无佛世界或见小世界或见众世界或见大世界或见因陀罗王世界或见佛世界或见阳世界或见顶端世界或见地狱诸生和鬼说
诸世界，我见天人充满世界，于如是等诸世界中，今有无数大菩萨众，我心我住诸诸世界，我悉大悲怜悯众生，我造诸轮第一世界，我受我是我数我生，我闻我大善事忏悔回向法愿，有见一切诸宝诸中方摩尼王大光明王，我心我慢我痴我白我玻璃色，我水晶色，我地青色，我红泥色，我眼覆檀金色，我作一切诸光明色，有见彼眼覆檀金铜绿及中宝色，我以其手而知花云，我知意云，我知窗幡，我知满盖，我知种种土相摩身，我知长妙摩尼宝王，我垂金说，我抓银轮，我举起杯碰庄严举，我低起手垂摩尼冠，鞠躬瞻仰目不展舍，有见彼珍珠璎珞长出香水，举八功德琉璃璎珞百千光明，同时照耀窗幡网盖如是灯幕，一切皆以中宝庄严，有福见彼有波罗花、波陀摩花、具无头花、本陀利花、各个神具无量诸花，我大一手，我长一中，我腹中光有如车轮，一一花中皆悉实现，种种色相以为眼识，色为男色相、女色相、同男色相、同女色相，是南无是天龙耶匝前他婆阿修罗迦罗罗金达罗摩诃罗伽梵文缘揭谛诸菩萨，如是一切众生色相，皆悉合掌鞠躬礼敬，一见如来皆迦夫陀，三十二相庄严其身，有福见彼金琉璃第一，亦不见现不思议种种色相，所谓世界色相、菩萨色相、如来色相及诸楼阁庄严色相，由于宝树枝叶花果一一时中，悉见种种半身色相，所谓佛半身色相、菩萨半身色相、天龙夜叉乃至护世转轮神王、小王王之大乘观掌及一时中半身色相，及诸色相，或知花满，或知璎珞，或知一切诸庄严具，或有鞠躬合掌礼敬，一心瞻仰目不沾舍，我有赞叹我如三昧，其身悉以相好庄严普光种种诸色光明，所谓金色光明、银色光明、三无色光明、斗沙罗色光明、一心色光明、毗卢遮那宝色光明、一切众宝色光明、赞波伽摩色光明，有见诸楼阁半月相中，诸阿僧祇日月星宿种种光明普照十方，有见诸楼阁周回四壁一一不内，一切众宝以为庄严，一一宝中皆现弥勒，当皆修行菩萨道士，佛是头目，我是手足唇舌牙齿耳鼻舌肉，皮肤骨髓乃至爪发，如是一切悉皆能舍，一切男女成一具罗婆图王，会随其所需，今皆是与主老与者灵的处理，悲喜福者是其解脱，有疾病者为其救疗，如邪经者是其正道，我为传世灵度大爱，我为马王救苦厄难，我为大仙山说诸论，我为轮王千秋十三，我为一王三了重病，我孝顺父母，我亲近善友，我作声闻，我作愿觉，我作菩萨，我作如来，教化调伏一切众生，我为法师奉行佛教，受持读诵如理思维礼佛之体，作佛形象，若持供养若缺于大土相，三化恭敬礼拜，如是等持相续不绝，我见着于狮子之中，光言说法劝诸众生，安住世善，一心归向佛法，身报受持无戒即八斋戒，出家听法受持读诵如理修行，乃至见于弥勒菩萨，百千亿那由他阿僧祇皆修行诸度一切色相，有见弥勒曾说曾是诸善知识，悉以一切功德庄严，一见弥勒
说清净供养受清计较乃至诸于观定之地是诸生是道善财言善乃种子如观此菩萨不是一世莫生彼眼而是善财种子得不忘是一念地不得见十方清净眼不得善观察无碍之故得诸菩萨自在之故得诸菩萨一如之地广大界故于一切楼阁以利无中其见如是其余无量不可思议自在境界诸庄严时一如有人于睡梦中见种种无所谓成一聚罗宫殿远远山顶口之一不饮食乃至一切诸生之居或见之生父母兄弟内外亲属我见大海须弥山王乃至一切诸天宫殿阎浮提等世间加持我见其身心阳光大百千有群放射一苦悉皆相称回宇宙日尽无量时不眠不清手足安得从睡加以乃至是梦而能明其所见之事善财童子亦复如是以弥勒菩萨力所知故知善解法界入蒙古灭诸众生下列相故得无障碍广大解故诸诸菩萨身经解故如不是一方便之故能见如是自在境界比如有人将于命中见随其业所受报相行恶业则见于地狱诸生恶鬼所有一切众福境界或见于诸手持兵杖或乘火马求之将军一问号角背叛之身或见回合或见火大或见刀山或见剑术种种逼迫受诸苦恼作善业者即见一切诸天宫殿无量天中天主才女种种亦不具诸庄严宫殿园林境界庙号神水为师而有业力见如是事善财童子亦不如是亦菩萨也不是一力得见一切庄严境界比如有人违规所持见种种是随其所闻悉皆能达善财童子亦不如是菩萨智慧之所持故见彼一切诸庄严事若有闻者必不能达比如有人为龙所持智慧是龙如与龙共于少时间智慧已经日月年在善财童子亦不如是以诸菩萨智慧相故弥勒菩萨所加持故于少时间会无量劫譬如梵公明庄严将于中西间三千世界一切诸物不相杂乱善财童子亦复如是于楼观众不见一切庄严境界种种差别不相杂乱譬如比丘如遍处定若心若住若坐若卧虽说如定境界显见善财童子亦复如是如于楼观一切境界悉皆明了譬如有人于虚空中渐渐踏破成居住庄严其分别之无有障碍譬如夜叉宫殿与人宫殿同在一处而不相杂隔随其也所见不同譬如大海与中西间三千世界一切色相譬如万事以万里故显诸万事种种作业善财童子亦复如是以弥勒菩萨为神力故即不是以幻之力故能以幻之之诸法故得诸菩萨自在力故见楼阁中一切庄严自在境界二是弥勒菩萨摩诃萨即舍身力如楼阁中坛之作身高山财言善乃至其他心如是只是菩萨之诸法之因缘聚集所现之相如是之现如幻如梦如影如相悉不成就二是善财文坛之身从三昧起弥勒高言善坛子如诸菩萨不可思议自在解脱受诸菩萨三昧起得能见菩萨身体所知诸道所流缘之所现种种上妙庄严宫殿见菩萨成闻菩萨法知菩萨得了如来愿善财坛言为然生者是善知识加倍一念为善之力生者知解多门其名何等弥勒高言善男子知解多门名如善知一切经
生菩萨之所能得三才文业是庄严是何出其业弥勒大愿欲来出其业从何出来月从菩萨智慧神力中来以菩萨智慧神力而住无有居住以无住处悲其悲常远离一切三难之如龙王将欲不从身处不从心处无有积极而非不见但以龙王心念地故非然红烛周边天下如是境界不可思议三难之必庄严是亦复如是不住于内亦不住外而非不见但有菩萨为身之力如山根地见如是是三难之必如幻世作诸幻世无所从来无所知取虽无来去以幻力故分明可见必庄严是亦复如是无所从来亦无所知虽无来去然以观其不可思议幻之力故即有往昔大愿力故如是显现三才童子言大圣从何出来弥勒言三难之诸菩萨无来无去如是而来无心无住如是而来无住无作不默不生不住不见不动不起无恋无作无业无报无起无灭不断不长如是而来三难之菩萨从大悲出来为欲调伏诸众生故从大智出来为欲救护诸众生故从境界出来随其所要而受成故从大愿出来往昔愿力之所持故从神通出来与一切诸水要亲故从不动摇出来能不舍离一切佛故从无取舍出来不以身心失望乃故从智慧方便出来随顺一切诸众生故从世间变化出来犹如印象而化现故但三难之如问于我从何出来者三难之我从身处摩罗提过而来于此三难之彼有居罗名为方舍有长者之名居波罗为化其人领入佛法而住于彼有为身处一切人民虽说因化而为说法以为父母及诸眷属婆罗门等演说大声令其去路不住于彼而从彼来三才童子言生者何者是菩萨生出大愿三难之菩萨有十种生出何者为是三难之菩提心是菩萨生出生菩萨加故身心是菩萨生出生三智是加故主意是菩萨生出生波罗蜜加故大愿是菩萨生出生妙恒加故大悲是菩萨生出生四摄加故如理观察是菩萨生出生般若波罗蜜加故大乘是菩萨生出生方便三巧加故教化众生是菩萨生出生佛加故智慧方便是菩萨生出生无生法忍加故修行一切法是菩萨生出生过现未来一切如来加故三难之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为不方便三巧为不贪波罗蜜为入目是波罗蜜为仰慕忍波罗蜜为庄严具行波罗蜜为养育者三波罗蜜为万作人三智是为教授是一切菩提本为伴侣一切善法为眷属一切菩萨为兄弟菩提心为家如理修行为家法诸地为家诸主人为家主大愿为家教满诸诸心为顺家法天法大圣为少家业法虽观定一生说其菩萨为王太子成就菩提为能尽家诸三难之菩萨如是超凡夫地如菩萨为身如来家诸佛中心能修诸恨不断三宝三能守护菩萨中诸净菩萨众生出尊身无诸过恶一切世间天人我凡沙门婆罗门恭敬赞叹三难之菩萨摩诃萨生于如是尊身加以知一切法如影像故于诸世间无所而见知一切法如变化故于诸有趣无所然着知一切法无有我故教化众生心无一言以大慈悲为提醒故身受众生不觉老苦了大生死犹如梦故今一切觉而无不为了知诸蕴皆如
生而无比眼之诸界诸同法界故，于诸境界无所幻灭之一切相如阳焰故，如于诸趣不生道破达一切法界如幻故，如魔境界不起人作之法身故，一切烦恼不能起观得自在故，与一切俱通达无碍善男子，我身不生一切法界等一切众生杂别色相等一切众生数意言语等一切众生种种名号等一切众生所要为一切生世间教化调伏等一切清净众生实现受身等一切凡夫众生所作事业等一切众生相等一切菩萨愿而现其身充满法界善男子，我为化度与我庄稽同修诸恨今世退世菩提行者，一位教化父母亲属，一位教化诸婆罗门顶七地狱中主教门得生如来众心之中而生于智眼菩提见摩罗提婆提扎提罗婆罗门迦三男子，我住于智达罗各中随诸众生心之所养种种方便教化调伏三男子，我为随顺众生心故，我为成熟斗衰天中同心坚固，我为实现菩萨福智变化庄严超过一切诸欲界故，令其舍利诸欲要故，令之有为解无常故，令之诸天生必衰故，为于实现将将生世大智法门，于一生菩萨共谈论故，为于舍化诸同心故，为于教化释迦如来所前来者顶度莲花悉开悟度，于是命中神都衰天三男子，我愿满足成一切智的菩提是如其文殊记者见我三男子，如当王以文殊实力善知识说而问之也，菩萨云何却菩萨恨云何而如复现请问云何成就云何广大云何随顺云何清净云何圆满三男子，彼难为如分别言说何以故，文殊实力所有大愿非于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菩萨之所能有，三男子文殊实力同知其心广大其愿无边出生一切菩萨功德无有休息，三男子文殊实力常为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母常为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菩萨是教化成就一切众生名称普闻十方世界常于一切诸佛中中为说法是一切如来之所赞叹如神圣智能如世间一切诸法通达一切解脱境界究竟普贤所行诸法三男子文殊实力同知识如善知识令如得生如来将长养一切诸善根发起一切诸道法止于真实善知识令如修一切功德如一切愿望诸一切大愿为如说一切菩萨秘密发现一切菩萨乃是恨与如往昔同生同心是故三男子如因王以文殊之说莫成彼言文殊实力当为如说一切功德何以故如先说见诸善知识问菩萨恨如解脱门满足大愿解释文殊为生之力文殊实力与一切出现的究竟十三才同知定力起初老无量杂音尽赞扬辞退而去大般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九离婆离婆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拉地毗尼尼地摩诃揭谛真定见地萨婆诃离婆离婆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拉地毗尼尼地摩诃揭谛真定见地萨婆诃离婆离婆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拉地毗尼毗尼摩诃揭谛真定见地萨
佛尘同体，童子难寻，白尘烟水渺无垠，只是一场落阳春难磨，花颜还会佛菩萨难磨，花颜还会佛菩萨难磨，花佛菩萨。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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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Yeah.